你看这题目，若 x 平方减 x 分之 a 括号8次方展开式中 x7 次方向的系数为负448，求常数 a 之值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把这式写成是，这是 x 平方，然后加上这是负的 x 分之 a， 那么把它写成是 a 乘以 x 的负一次方，那么这括号这取8次方。那么展开式的第 r 加一项为，这是 c8 取 r 去乘以，这是 x 平方括号的8减 r 次方，再乘以这是负 a 乘以 x 的负一次方括号的 r 次方。那么这等于这是 c8 取 r 去乘以这 x 的这次方相乘，所以是16减 2r， 再乘以这是负 a 括号的 r 次方，然后去乘以这是 x 的负一次方括号的 r 次方，那么这是 x 的负 r 次方。那么这等于这是 c8 取 r 去乘以，这里我们先写这是负 a 括号的 r 次方，那么乘以这是同底数，所以相乘呢这是指数相加，所以这是 x 的这是16减 3r 次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的是 x7 次方向的系数，所以呢我们是取这16减 3r， 这是等于7，那么我们得到这一项过去 3r， 这等于这一项过来是16减 7， 也就是9，所以呢我们算出这 r 是等于3。因此呢我们取 r 等于3的时候，那么这部分呢就会是 x7 次方向的系数，因此这是 c8 取3去乘以这是负 a 括号的3次方。那么这等于 c8 取3，我们计算在这里 c8 取3，这等于8乘以7乘以6去除以这是3乘以2乘以1。那么分母3乘以 2乘以1是6，跟着6约掉，所以呢这等于87，这是56。因此呢我们得到这是负的3次方，那么这是负的，然后这是56去乘以 a 的3次方。那么 x7 次方向的系数是负448，所以呢这个是等于负的448。那我们把负56除过去，那么我们就得到这 a 的3次方，这个是等于负448去除以负56，那我们得到这是8。所以呢我们就算出这 a 是等于2。这个答案